大家吉祥，阿弥陀佛。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讲记。师长在去年7月26号圆寂，那他老人家一生弘法62年，给我们宣说的教法非常的圆满，他不只说的很圆满，他一生的行仪也将佛陀的教诲做得非常圆满。我们要珍惜他老人家留下来的法身舍利，老人家的圆寂也警觉我们弟子们要珍惜老人家的教诲。这个无常是迅速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的努力用功，如平得宝来继续深入老人家的教导。那师长跟我们北美的缘分呢非常深，几十年前呢就到北美弘法，所以这一次我们加拿大净宗学会无量光净宗学会有提请讲我们师长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是无量寿经的第六品，发大誓愿第六。那我们马来西亚福隆弥陀村也响应，因为办弥陀村呢这个也是师父上人的心愿，上人的心愿不离呀，为佛法，为众生。老人家的一代实教，能否更好的利益当前跟后世的众生呢？取决于我们弟子们能不能以师智为己智来配合，来弘扬，来将师长的教诲与救世的理念发扬光大。师长呢，确实是跨时代的大善之士，他的教法帮助我们可以当身成就，他的理念可以帮助这个世间重新再走回安定和平。就如释迦牟尼佛3000多年前涅槃，他的教法也是透过他的这些大弟子们把他向四方去弘扬开来，最后可以遍及世界。
所以我们学佛啊，以佛一生的行仪啊来观察，来效法学习啊，同时我们也要观察到佛陀这些大弟子们啊，他们是怎么样配合的啊，怎么样弘传的。这些行仪啊，都是跨时空在指导我们啊。就如阿难尊者，他做了七个梦，这些尊者都是古佛再来啊，大菩萨再来的，一佛出世，千佛永代啊，演出了整个佛法一开始在印度的弘化。所以师长讲经常常提醒我们学佛啊，一定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以佛所讲以及所做为我们修行的标准准绳呢，我们才不会学错跟着佛陀来表演的这么多大菩萨大比丘，他们的表法都在指导我们就像华严经当中提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个表法是当生成就啊，我们得看懂他的表法，因为我们也想当生成就啊，这一生要是最后生了，不能再搞轮回了轮回路险了。所以大乘经当中这些菩萨大比丘大居士们的表法，我们都要用心去观察体会。善财童子他的表法里，为什么他能够面对每一个善知识每个境缘他都向上提升？因为他的心态是所有的人事物啊，都是善知识，只有自己啊是学生。这个心态保持了，任何境界都在向上提升。就像孔子教导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择其善者而从之我们看到榜样了，发起效法他的心当下就去做，自己就开始提升了见人善即思齐众去远以见机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他面对恶人他也在向上提升了。那我们就要观察自己啊有没有向上提升呢？佛的教法是法药啊，药到病除啊，我们肯奉行经教，烦恼就会轻了，智慧就会增长了。所以我们理解了解要行了，
哎，从当下开始，啊，真的看一切人都是善知识，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是来启发我的，来成就自己的，那就得受用了。哎，我们不得受用啊，也要把不得受用的原因找到啊。障碍绝不在外面，在我们的心。没有跟经教完全相应，这样就很难得力了。虽然懂很多经教，但是没有去行啊，那就好比今天我们拿到一个药单，确实啊，这个开的药非常对症的，可是我们没有去抓药啊，没有去煮来喝，不是说念一念啊，病好了，你得去抓药来喝下去啊，这些佛法我们得去把它落实。落实一条啊，就得一条的受用了。不能够把这一条落实了，我们得清楚障碍在哪，得把这个障碍放下。好，比方见人善，这个即思起的心容不容易提起来？见人善即嫉妒，就卡住了。有什么了不起？哦，那在我们要更敏锐啊。其实我们用的是妄心，是烦恼心呢，身心是不放松，是不自在的，这个得自己去感受啊。哦，你看一个人嫉妒心起来的时候，这个眉头都皱起来了，是吧？身体不放松了。心啊，好像卡住什么东西，不畅通。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啊，跟自性相应的时候，身心是清安的。所以我们修行人越来越敏锐，心念跟言行对自己身心，甚至对他人。哎，嫉妒心一起来，对自己很不好啊。嫉妒心的言语一出去，可能就会毁谤批评人，那被批评的人很难受了，听到的人可能呢受我们影响，影响他对当事人的态度，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和乐的因缘呢，自他都受到不好的影响了。我们刚刚一起学习到，我们要行菩萨道，要自觉觉他，不能自害害人，那我们就太不够理智了，太任性了，甚至太愚昧了。所以理智自爱的人一定做自利利他的事情，因为只要害人了，必堕三恶道啊，三善道不可能啊。黄念老提醒了，三途一堕五千劫啊，真正挚爱的人绝不干这个事情，我们得冷静想想果报啊，深信因果啊，不敢乱造身口意的恶业。
所以我们的心行呢，常常经典来指导，来对照。见人善，即思起，不能嫉妒，更不能障碍。但这一点不容易，所以师长老人家慈悲，曾经专门讲了一部经，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这一部经呢，就是因为在以前有两个出家人法缘殊胜，结果其他的人有嫉妒的，这个嫉妒的还不少，几十个人，然后就毁谤这两个出家人，造成这一方对这两个出家人失去信心的，在障碍这一方的法缘，哇！结果他们下一世啊，就堕到地狱1800万年，哇！结果又要经历畜生道、恶鬼道，说转生为人呢，没有智慧，因为障碍别人闻法，结果听佛陀讲经都听不明白，很痛苦啊，很沮丧，去请教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又把他们带到佛陀面前，把这个原因啊告诉他们，哇，痛哭流涕啊，忏悔啊。那老人家为什么要讲这一部经？忽念我们处事当中不能造口业，甚至于是在道场当中，道场呢是护念大众的化身回命啊，我们又在道场里止不住两舌妄言恶口，其余的话那很可能造成道场内部团体的不和，而且可能让刚接触的大众看失去信心了，这影响太大了。所以老人家特别用心讲了这部经，讲每一步啊都有老人家的良苦用心呢、啊。为谁讲？为我啊。我真的珍惜，真的听进去啊，我们就少走很多弯路，甚至少造很多罪业。所以每一句经文呢，真的都是对治我们的法宝。所以见人善即思起，要把嫉妒心呢放下，见人恶啊即内省啊，有则改无加警，这也不容易哦。比方说嫉恶如仇啊，那这一句就不容易做了，常常想到对方就有一股气上来了，那这个要嫉恶如仇啊，其实也是有可取之处啊，但是毕竟呢出不了轮回啊。嫉恶如仇的人有正义感了，但是还不是中道啊，因为他会跟造恶的人对立起来了。就像很多我们历史当中呢，保家卫国真的是忠心耿耿的，但是面对敌人呢，他誓不罢休，
这个很可能就累世都在打仗了。所以真的佛法难闻啊。所以我们见人恶啊，内省，佛法是内学，不能向外着相。一着相啊，我们见人恶即对立了，即指责了。这个对立指责的心念就是轮回心。我们见人恶啊，要想到礼敬诸佛。进一步啊，见人恶，但是他不是全部都不好啊。我们还能称赞如来。哎，一个恶人，我们面对他，还能肯定他的优点，付出，有可能就把他的善根呢唤醒。所以我们以普贤行为处事的标准。普贤行只有赞叹，没有批评，没有毁谤。大家想不想去极乐世界？想哦。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我们这个频道要接上去啊，就好像那个电视啊，你要看电视，要按对频道，它才出得来啊。大家按频道啊，从今天开始要按48号，48院啊，要对准啊，按上去。啊，所以这个科学啊，也在启发我们。哎呦，佛法讲了。跟科学讲的都相应了，频道要接上去。所以《无量寿经》德尊普贤第二，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接频道，生则决定生。对一切人事物我们都礼敬，负责的事认真去做，不忙啊，面对物品我们都不浪费，不糟蹋，面对水，面对电都是如此，这都是普贤行。哎，所以佛法都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不是佛法不离生活，不离啊，那还是两个。佛法就是生活啊，普贤行就是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但是普贤行得要练哦。啊，我们从可能会看不顺眼哪个人，就要赶快提醒自己：不行不行，我得礼敬诸佛啊，见他的佛性。不见他的习性，因为习性是假的。佛陀那个时代啊，有一个杀人犯，杀了好多的人啊，好几个国家都通缉他。结果这个人，他听人家说有一个大觉世尊呢。他就起了不恭敬的念头，结果就打听到佛今天啊从这里经过，哎，他就起了恶念，去伤害佛陀啊。结果当他往佛的方向跑过去，他很用力跑啊。越跑佛离他越远了，跑到他快精疲力尽了。这很有道理，你看佛是什么？佛是自信的，
当他的心念是要伤害佛陀啊，跟他的自信啊越来越远了，所以他越跑越远了。后来他已经没力气了，佛啊回头对着他说：忍者，你止步吧。而印度的这个止步啊跟止恶啊同一个音，哇，一语双关啊。佛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包含杀了那么多人。佛是这么讲的：忍者啊，你止步吧，你止恶吧。看佛有没有礼敬诸佛？有啊，面对这样的人，佛是见他的本性，你止步吧。哇，一下触动他的善根，就跟佛出家了。所以古人说，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啊，但恐诚心未至。这个佛给我们表演的。后来啊，他就跟佛出家精进修行了。哇，其他国家知道他的踪迹了，哇，派人来抓，到佛的精舍了。但这些国家的人啊，对佛很尊敬。我就问他们：你们认真看看，这个还是那个人吗？后来他们就没有抓回来。结果这一位尊者最后也是证果了，天下没有不可化之人。但因为我们礼敬了，我们才能看到别人的闪光。我们不礼敬啊，见人家过了，人家的不好啊，我们就一直放大，看不到人家的好。所以大家，我们要练称赞如来啊，这个要练。有一个故事啊，觉得自己也很受启发，这个是称赞如来的练法。在民国时期，有一位从事教育的陶行知先生，他有办学啊，好像1933几年的办学，结果呢，他当校长呢，看到有一个同学啊打另一个同学。他就过去制止了，不可以打人。那个要打人的人，他说：“你到校长室等我，我去处理一下事就过来。”这个学生就到校长室去等了。这个陶校长啊，先去了解发生什么事。我们有时候处理孩子啊，处理学生的事情。你不了解情况啊，有时候会错怪孩子，这个孩子的心里就有一个隔阂了，有一个障碍。我们也不希望被人家误会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后啊，他去买了四颗糖，后来就去见这个同学，然后这个同学看到校长也很紧张了。校长首先，校长啊，叫你到办公室等我，你就来了，哎，给你一颗糖，你听话。再来呢，刚刚啊，我叫你不要打人呢。你就停下来，代表你很尊重校长，尊重长辈，再给你一颗糖。
哇，那学生眼睛瞪大了，跟他的期待差距太大了。接着说，我去了解了，因为啊，刚刚那个同学欺负女生，你啊打抱不平，所以啊，你是有正义感，来，再给你一颗糖。哦，这个学生呢，父母啊不在了，奶奶在的，确实行为会比较没有规矩，但是他的本质里面有什么？有善根，有正义感呢。就第三颗糖啊，给了这个同学，这个同学自己讲，校长啊，我做的不对啊，啊，毕竟呢，他是我同学，我也不应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啊。你看，孩子自己的善根自己白学了。接着陶校长说了，你能认知到自己的错误很可贵，再给你一颗糖。啊，这个叫四颗糖的故事啊。后来这个学生呢，行为就很大的转变，因为得到校长这样的肯定鼓励嘛。之后呢，成为一个中学的中学的老师啊，浪子回头啊，金不换。所以我们也得练呢，像陶校长这样，随时可以看到对方的优点。缺点我们不批评，优点都赞叹，我们能这样跟人相处啊，对方的善根就被我们的这种真诚自自然然唤醒。了凡先生有一段教诲特别可贵，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处世代的有非常宝贵的指导意义。假如我们不照了凡先生这么做，我们人际关系铁定自己生烦恼，进一步啊，还会跟人摩擦不愉快，甚至对立，甚至更严重，到最后冤冤相报更麻烦。而了凡先生他是先以大顺顺王啊为榜样，顺王到了雷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都互相争，顺王没有批评他们，顺王恻然哀之啊，怜悯他们，哎呀，都有佛性啊，怎么都造这种三恶道业呢？恻然哀之，然后呢，跟他们一起，这个见到啊有人礼让。就赞叹了，然后自己啊去带动礼让，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这个地方都是礼让的风气，对我们这个时代指导意义。所以了凡先生说，吾辈啊，我们这一辈人处在末世，就是末法时期。勿以己之长盖人，不能因为这是我们的长处啊，去压到别人。哎呀，你怎么这个都不懂啊？怎么这个都不会啊？这种话呢，会伤到人家的自尊。勿以己之善行人，自己做的善事啊，太去炫耀标榜，
啊，好像自己比较这个崇高，比较高尚，这个不好。这个行善不欲人知，积阴德，不要去标榜。为己是多能而困人，自己的才能能力很强，人家跟我们一起工作，不要搞得人家压力很大。所以格言有说到，精明者啊，勿使人无所用。也不要精明到啊，人家在我们旁边做事情压力很大，就生怕做错，我们就一阵批评啊就过来了。为己知多能而困人，收敛才智，若无若虚。我们有很好的这些长处能力啊，要内敛，不要张扬。那见人过失啊，要含容而掩覆之，包容的。一则令其可改啊，一则令其有所顾忌，不敢纵。他知道，你知道，他不敢放纵，但是你并没有去批评他。见人有为常可取，小善可入，幡然舍己从之，去成人之美，去随喜功德。你看，这个都是普贤行的心境了。且为厌嗔而广述之，就是道人善即是善，去赞叹他。这一段话首先要用在哪里？用在夫妻的相处上。五伦关系啊，夫妻是核心哦。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哦。夫妻之间互相感恩，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哦。夫妇和乐了，我们的下一代人格健康啊。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啊。我们下一代都有孝心了，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了，一出社会就变社会的栋梁。这天下安定与否啊，最重要的基础是夫妇的相处啊。所以这一段话要用在夫妇相处。夫妻相处之间，那你拿着你的优点去压自己的另一半，他一定难受。哇，你这个地位比较高，你赚的钱比较多，去压，哇，那这个夫妻的关系就不和善。这段话，五伦关系，我们都要用上啊。他错了，含容掩覆之，不说，令其可改，令其有所顾忌，不敢。可是他有一点好，你就赞叹他，在亲戚朋友面前赞叹他。这些赞叹的话呢，从亲戚朋友口里又回到另一半耳里，他心里想，我有那么多毛病，另一半都没有批评，都包容，我才这么一点好，他就赞叹肯定。人的善根就因为这个态度啊流出来。哎呀，我不能辜负他对我的欣赏啊，信任啊。他就会努力啊去提升改过。好，所以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啊，我们这个普贤行的频道要接上去。我们也要勤转法轮。
因为法者万事生眼目啊，要讲正法，让众生开彼智慧眼，处处是道场。现在在练我们要专注，有杂音也要专注啊，注重，大家不能看其他地方，要看。大家一不看我，我幼小的心灵会受到伤害，这样大家就没有日行一善。处处是道场，心要定。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凡四训，所以了凡四训好不好啊？好啊，你看我们讲了那么多天，没有一天离开了凡四训了。了凡先生将善事啊归纳成十个纲领，其中有一个就是弘护正法，护持正法，因为法者是万事生缘之眼目啊，没有正法，他智慧开不了，智慧开不了，就只能随顺自己的愚痴了，就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了。所以《无量寿经》里面都是提醒我们，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我们已经相约了，过年的时候要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我们今天自己还不能弘法讲经，我们可以把书，可以把资料送给别人，这个都是在转法轮呢。那这一次的因缘我们加拿大金钟学会无量光金钟学会还有马来西亚芙蓉弥陀村，他们一起来请我们这个因缘一起来交流师长讲的发大誓愿第六，就是讲四十八愿。那我们依据这个刘成福老居士这老居士是非常恭敬认真的佛弟子他年龄很大，老和尚讲经啊他是常随众又将师长老人家讲解的这些经教把它整理成文字。大家有没有看过老人家1990年讲的《无量寿经四大册》啊？那个就是刘老居士整理的。那我们应该是将第六品把它编成书。我承德这一本是华藏净宗学会编的。应该各地金融学会都有出这一本。那这一本呢有前言，还有对无量寿经汇集本的介绍，还有阿弥陀佛因地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都是依据师长的教导。那我们看到呢四十八大愿就想到
师长讲经呢，有说到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啊，哪一部经第一啊？华严经第一。那华严经末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哦，那华严经呢是引大众啊入极乐世界，那无量寿经呢是专讲西方极乐世界，专介绍阿弥陀佛的。哦，那无量寿经第一了。那无量寿经有48品啊，哪一品第一啊？哎，第6品啊。哦，所以我们一起学习这一品经啊，那这个是佛49年一代实教最精髓的部分了。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前言的学习。这个前言当中还有我们佛的教育基金会阮桂良老师整理的，也很感谢这些善知识们的用心，我们更要珍惜哦。其实我们的学习因缘上啊，太多人在护念我们，这得来都是不易的。师长讲到呢，这些年来，净宗在各处啊都有良好的发展。为什么在大圣许多宗派中啊，我们特别提倡净宗呢？师长有这个设问呢。那我们自己学的人要很清楚啊。那师长为什么要专弘净土？我们当弟子的能深刻体会了，才能以师智为己智，才能跟老人家同台演出啊。我们知道佛法是佛陀对于一切众生究竟圆满的教育，他为我们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佛49年所说的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啊，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人生呢，就是我们自己。知觉名佛菩萨，不觉名凡夫，就是觉迷之间的。唯有明了真相，才能够正确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我们眼前生活的问题与将来归属的问题。所以佛法可以解决眼前问题哦，还有更重要的什么？死生四大，我们归属，我们这一生最后去哪？这个问题很重要啊，万般将不去啊。生命有限啊，几十年就过了啊，慧命无穷啊。要借这个假修真啊，跳出轮回来。我们了解真相，我们才能解决问题啊。我们不了解真相，我们就会意气用事，感情用事。真相是什么？你看《华严经》说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整个宇宙怎么来的？自己的心现是变的。哇，了解这个真相，人会不会变了？会变了，不会怪别人了。
不干别人的事啊。所以《华严经》当中有一段话，法性遍在一切处啊，一切众生及国土啊，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悉在无有余啊，亦无形象而可得啊。因为自性不是物质的，没有形象可得。知一切法即一念啊，一切法从哪里来？自己的念头啊。这才是佛知佛见啊。知见指导我们的修行，正知正见指导我们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啊。我们了解真相了，我们就不会再造业了，我们就会啊从根本去解决问题，根本就是自己的心了。因报随着正报转了。打个比喻，今天这个荧光幕上放的这个剧情啊，你实在看不下去了，怎么办？能不能跑到荧光幕面前，不要演了，改过来吧。那你叫半天也没用啊，怎么处理啊？从源头那个放映的地方啊，你要从那里调整啊。所以我们现在每天发生的事情啊，从那里放出来了，自己的心放出来了，所以得回到源头啊来调整啊。从心想生啊，心是根本啊，所以师长说啊，从根本修，从起心动念处修，啊，所以偶益大师啊有一句法语啊，内不见己啊，则己无能啊。我们都是被这个自我感受控制住了，误认这个身是我啊，自己的这个受想行识这种情绪啊，是我的。哎，祖师说内不见有己啊，己无能，他就障碍不了了。就像我们能于诸众生示落自己啊，那个。那个我执啊，慢慢就不起重要，我无能。啊，外不见有人，则人无过啊。啊，我们容易向外啊，就见人家过啊，就生烦恼、发脾气了。哎，外不见有人，为什么？一切境界是自己的心变的了，人无过啊。一味痴呆啊，身至惭愧啊，惭愧在呢，都是向外，没有向内啊。佛法是内学啊，一味痴呆就是不要再耍小聪明了，我们得老老实实啊，依佛的经教啊，尤其是啊，彻法圆底的。这些大乘经教啊，来自我关照啊，深自惭愧啊，自己还有那么多习气没有调伏，怎么还有时间去见人家过呢？所以六祖大师也勉励我们：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六祖也说啊，常见自己过啊，与道即相当啊。
略治慢心，痛治改革啊。这个略治，略是低略，略治应该就是这些世间的小聪明啊，还有我们的慢心、傲慢的心呢，都要把它去除掉。好像我慢高山呢，法水难入了。我慢不去掉啊，人家要劝我们也不容易了。啊，这个略智啊，我们很容易聪明反被聪明，就不容易啊，100%接受师长老人家的教。啊，这是小聪明啊，我们也得慎重啊。不能挑着学啊，得老老实实来，全部来领啊。挑着学了，那就跟着自己的心念在学了，自己挑的嘛，就有可能有自己的分别执着在里面。那自己分别执着挑出来了，也很可能用自己的分别执着再去理解了。所以祖师这些法语啊，对我们修学都非常有帮助啊。而啊，佛在一切经里啊，跟我们讲到最究竟、最圆满的原理与境界啊，在中国佛教，我们都知道，《华严经》是根本法轮呢。啊，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宗派都肯定的，啊，大家公认的，啊，在大乘经典里面呢，只有三部经讲一乘圆教，就是华严、法华，啊，还有梵王经，啊，所以华严是一乘圆教，啊，但古德。曾经说过，如果将一切经做个比较，华严第一。啊，但华严经啊，要跟无量寿经比一比呢？无量寿经第一了。啊，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幸运呢？啊，有一亿菩萨。啊，这个未闻此经呢，啊，就是还是有很多菩萨，啊，他还不一定有机缘呢，接触到这个法门。啊，我们看这个啊，经文当中有提到，阿舍王子与500大长者，啊，闻之皆大欢喜啊。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坐礼，以花盖上佛语，却作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他还没有发起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他供养了400亿佛，所以能欢喜接受念佛法门，老实念佛，那是供养多少诸佛啊？已成供养诸如来啊！哦，所以这个我们现在遇到了，要珍惜啊！哦，所以啊，这么一比啊，就把华严呢也比下去了。啊，古德甚至啊。于还说，华严法华只是无量寿经的导引而已啊。这就好像是我们将经典判为三分，其中的序分。华严法华是佛陀说法的序分。那正中分呢？正中分就是无量寿经啊。那流通分呢？阿弥陀经啊，
一直劝我们要求生净土。这种说法出自于古代净宗大德之口。他们这样说法有没有过分？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有没有门户之见呢？而且讲的客不客观呢？修净土的特别赞叹净土，学禅的特别赞叹学禅，这是后来的佛教都免不了有自赞毁他的弊病。古来净宗的大德有没有犯这个毛病？这是我们要认真去思维的。我们也不能依人，我们要依法来判断。如何认定？那只有费相当的时间来深入经藏。不能够深入经藏，我们就没有法子肯定古大德这个说法是否正确。那师长老人家自己现身说法了，老人家从26岁学佛，非常精进啊。那33岁就出家了。开始弘法了。那这一心一意啊，深入经藏，弘法立身。所以师长说到了，我从1971年，哇，陈德还没出生呢。你看老人家在台北开始讲华严经。老人家是深入华严的齁，他以自己现身说法，在这里面体悟到净宗大德所讲的话没错，一点也没错，这部经这法门确确实实是世尊主要要说的一部经典，正所谓是如来正说啊。我们刚好学习到善导大师说的，释迦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啊。那师长说到了，他在华严里面研究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他们学的这两位菩萨是华严三圣啊。这个华严经六度、十度，这个是文殊菩萨的行仪啊。普贤十愿，那是普贤菩萨的行仪啊。他们是法王子啊，他们学什么法门呢？还有华严经末后啊，表演的是善财童子，他是学什么法门？所以仔细在经典里面一看，原来他们都是念佛求生净土。所以我得到印证了，一切经最后归到华严，华严经最后归到净土，尤其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说的，愿我临欲命终时，净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普贤菩萨求生净土。好，
师长说了，我才知道啊，这部经典这个法门是整个大藏经的归宿。尤其华严明白地告诉我们，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一切大乘佛法的归宿在华藏世界。到了华藏世界之后，见到文殊普贤，普贤菩萨会劝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时候啊，你智慧大开，才真正能够体会到如来的真实意，开始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华藏世界那都是法身大师啊，所谓十地菩萨始终，始是初地，终是十地，加上等觉，普贤菩萨是等觉，总共十一地，这些菩萨们没有一个不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好，所以我在华严经里面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我就死心塌地啊念阿弥陀佛啊，专讲净土经典。为什么呢？因为无量寿经就是华严经，是华严经的略本，是华严经的精华。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啊，多次赞叹师父上人，说净空老法师啊，也是被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因为老人家也是通中通教，最后导归极乐世界。那我们看黄念老的表演呢，黄老是禅宗传承、密宗传承的金刚阿舍里啊。黄老也是专弘净土啊，导归净土啊。包含台湾广清老和尚，那是禅宗修行成就很高的高僧，你看他修行成就了，但面对大众啊，都是指导大众要老实念佛啊，因为佛一千一万两千年法运，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正法时期啊，持戒戒律啊可以得度。我们看佛那个时代跟着的这些弟子啊，正果的很多啊。相法时期啊，禅定得度。佛法传到中国，你看一千年，这禅宗啊，在神州大地很兴旺啊。末法时期啊，异义人修行，罕义得道啊，唯一念佛得度生死。所以净土法门啊，包含了这一部经，在末法时期啊相当重要啊，在当来一切寒灵啊皆因此法而得度脱啊。好，包含了学其他的法门都要回向求生净土。这个是黄念老的慈悲啊，讲到他斗胆的说啊，不管学哪一个法门，
只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求生净土啊，这一生啊要成就啊，不可能的啊！众生的根性啊，现在要靠自己的力量断见识烦恼出去，很难很难的。好，那师长接着说了，弘一大师说的对呀，这也是通宗通教的净宗祖师啊。弘一大师讲到了这一部经呢，是讲阿弥陀经啊，这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啊，一切诸佛之星耀，菩萨万恨之师难呢，代表这个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是无量寿经的小本，讲的都是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等于是华严跟法华的精髓啊，这个秘密精髓啊，都在这一部经里面了。一切诸佛的心要，心要最重要的就是度尽众生了。怎么平等度尽众生呢？那要靠念佛法门了，要靠啊这一部经了。所以菩萨万恨之师难，师难就是指指南车的前身，给我们指明正确修学的方向目标啊。好，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不是以这部经普度一切众生。好，所以华严法华虽然是了义一层，但是并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的根性，普摄不能普摄一切众生的根性。佛说华严经的对象是41位法身大师，中下根性没分，法华亦复如是啊。换句话说，虽然是原教一层，还是有遗憾，遗憾的是不能够普度一切业障的众生，唯独这一部经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善可以度文殊普贤的原教等觉菩萨，下可以度地狱众生，造五逆十恶极重之罪，立刻就要堕地狱了。佛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在唐朝有个例子，张善和他杀牛杀了一辈子临终这牛现身要索他的命了，眼看他就要堕下去了结果他的惨叫声刚好被一个出家人听到了，这个出家人进来安慰关心就劝他念阿弥陀佛，他也很有善根，他马上就念，一念呢，这个牛头就往后退了，他也更有信心了。后来念了差不多十声了，他就往生了。所以真的，造极重之罪地狱境界都现前了，也能够让他立刻成佛。所以佛有圆满的智慧德能可以帮助众生
把他从要堕地狱啊，把他拉到去成佛啊。好，所以真的做得到啊？凭什么呢？就凭这一部经典，就凭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因此啊，净宗法门的好处啊，确实能够涵盖一切众生，上至等觉菩萨，华藏世界的41位法身大士，最后都念佛归净土，下到三途地狱众生，一念、十念都得往生。所以净土法门才是真正普度一切众生啊！所以净修捷要啊，第一啊，这个22拜啊，一心观理经云：当来经灭，佛已持名，独留此经，子数百岁，欲施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是故我今自心顶礼，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又究竟，第一稀有难逢法宝，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我们都遇到了，我们一起好好来珍惜，净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